碎了院长心爱的茶壶。我反对。在法庭没有做最后判决之前，蓝律师，你不能妄下结论。反对有效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，蓝律师？我不是蓝。哎，你爱叫啥叫啥。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辩护。尊敬的法官大人，我的委托人呢是有作案的时间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凶手，因为他没有作案的动机。我没有动机。既然说到作案动机，我想向法庭呈上一件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物。哦，呈上来。我的袜子。我反对。公诉人，这么神圣的地方，你竟然拿出这么肮脏的东西，你这是对法庭的藐视，对法官的不尊重。法官大人，这是对本案至关重要的证物，完全没有亵渎法庭的意思。反对无效。不过蓝律师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敢把袜子从袋里拿出来，本法官将视你用杀伤性武器对本法庭及本人蓄意伤害，听懂了吗？请法官大人放心，我也受不了这个味儿。昨天上午11时，施安院长在多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，没收了犯罪嫌疑人大兵2个月没洗的袜子。大兵对此怀恨在心，并且把仇恨转嫁到施安院长的茶壶上，将其毁之一旦。我没有，你扒瞎。我反对，这完全是对方的主观推测，构不成物证。反对有效，公诉人。